回收玻璃经过碾碎之后呢，就会透过这条输送带直接送上来，一天可处理20吨的废玻璃。竹南机车厂每年大约会产出20000公吨的废气卖破，现在也加入循环经济的一环，可以拿来做成可分解的农地膜。来自火力发电厂的飞灰炉石吸水透气，能无限循环使用，研发1年多才找到废料好去处。翻转概念新思维，世界翻转中，带你认识新世界。